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，我们继续讲收官技巧。我们来看这个棋，这个棋呢实战中还是容易见着的，见着主要就是要小心看看黑棋在这里边有没有棋。那白棋这里边呢很大，那十二目呢，不十，十二目呢，那看来这步打是要打的。打完之后，下一步呢，怎么样让白棋做不出眼来？那如果普通走这些，看得像是要点，但是它可以顶。这下呢，你要是退，黑力，一家有眼，一家没眼，那肯定黑棋死了。这一步不能考虑。这步呢，有点想走，但是说它有弯，你贴它一力，那确保这只眼在，那还是没棋。这样呢，黑棋就是其他想法，比如靠这个，要先把它这只眼破了。那接下来就看白棋有没有办法跨，这是常见着的，但是它有吃，它只有吃，那跨，它吃。现在黑棋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打，那白棋提了就接住。这没用了，反正你搬他就立，白棋也没眼，双方没眼，这就是双活。那加也没用，加一立，这还更糟糕，你还得接住，这样成后手了，白棋的，这样都是双活。那他打这个，白棋打这个也不行，打这个他提了，那黑棋就剩下一气了，这步呢下不进去，那不入气，那打就接住，这样没用了，就不能铺完了打这个劫，那是白棋不能考虑的。所以这样不行，打这个不行，打这个呢，黑棋呢冲也可以，还可以冲，那你接了它力，那冲接住，这样也是双活，这样也是双活，一人一只眼，或者双方都没眼，这样都是双活。那现在看着是没招了，如果跳，那他就冲，你挡住，他就拐打。扑也可以，那扑，他提了，你继续扑，这样也行，这样呢应该是更好一些，白棋呢只有打这步，这样也是双活，当然拐打也一样，拐打他接住一力，这也是双活，这里边都有棋，所以一靠呢，白棋这一招。没有用啊，这招呢你只要不你长他冲你立下去，这就可以了，他爬就扑，提了就一扑，那他再提的话还是双活，双方没眼，你只要不要挡就行了，你一挡被他一打，打个接不归啊，不要下这步就行了，那打这步也可以，他吃你就立，他吃你提，他打你一提，这样成打结活了，所以看来怎么都问题不大。他搬，就要注意，他搬的时候你注意不要贴，你贴这一步给他一冲，现在不好搬了，不能挡了，你挡的话给他一打，这是接不归啊，这样这下没棋了，所以他搬这个呢，你呢立也行，尖也行，这个都可以，他打你就接，他扑提了没用，他是不入气，这样是没问题的，他总不会扑这个劫，他成打劫活了，所以尖可以，立也可以，立也行，立他吃这个呢，你吃这个，他提了你接住，这样也是双活，只要白棋没有眼，他怎么也是吃不了黑棋的，所以这样一靠有棋了，这个形状要注意一下就行了，一打一靠是有棋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呢，白棋的气呢是比较紧，那形状也比较恶，但是就是看呢能不能出棋，这样呢还要看能不能出棋是关键。常见的那就是靠，来看看靠，靠的话，他如果挡，这还像是有棋的样子，你可以长，他接住再挡。这像是有棋了，或者把这个冲了，接住挡下来，
但是他好像有班，也正好没棋班。他打，你坐。你现在白棋呢不能接，接呢它有个扑，现在还不行，就现在就是在炮这步接，这步不行。你现在就是提，炮这个接，白棋搬完了坐，它有接，现在就是看提这个接啊，这样呢是有棋的，这样是有棋。黑棋呢，接下来白棋呢进杀不了，白棋如果搬，那黑棋打吃，黑棋就打。现在白棋呢有几个下法，这个接提过来，黑棋必须提回去。那白棋现在如果做这个，黑棋把这个接住，你还是吃不了，你扑他提带响的，你一接一扑，这样就打劫了。这是一靠，所以一靠呢不能走这步，走这步呢长完了，挡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挡的话他如果挡这个你就打，那他现在只有接住，你可以扑，他提着再一接，这下他打不进去，一提只有是这个了。但是他提呢，这样他就还是打这个劫，挡劫，他接住就行了啊，接住就行了。现在这个棋呢没法吃，他没办法吃，他打你有扑，他接你有爬，怎么都吃不掉。这样一靠的话，那就说明他不能拐，不能拐，不能拐。我们看呢，他就有不搬，这是常见的，这正好不入气。搬呢，你现在就是长，长他接住，你看没招，你再爬他接，没有用。你现在呢，白棋这只眼呢做不出来，这只眼做不出来就不大好下了，眼是做不出来的。你立这个搬这个，立这个搬这个，只要没眼，那白棋有眼，黑棋没眼，这一般呢都会没棋，你立它吧。这样呢，黑棋呢一靠一搬，就要趁这个时候想办法了。靠如果不成立，那就要考虑跳，跳肯定有棋，它不能吃，它吃你吃，这下就有棋了，把它接了你就爬。这下它挡你打，跟刚才就还原了。反正他接你就接住，他不能挡，挡了你有扑，这下呢就有棋了。所以你跳，他就只有挡这个，这样你接住，待会儿呢，待会儿有点，待会儿收官的时候点，他顶你还能搬，还能官子便宜一点儿，他接住能便宜一点点。但是这样呢，黑棋这样呢不太满意，那黑棋觉得点给他一挡进去破的太少了。这样我们来替黑棋想呢有没有好一些的办法。一个是说呢，这地方呢找机会呢把它扑掉，比如说现在扑，你如果觉得有棋了，那正确呢要把这个棋扑掉，因为将来呢你这边如果损了之后，这俩呢它毕竟有不要的可能，所以把它扑了。现在白棋呢看也看不清楚，这边一提了，这几个都还要丢，所以这个扑是先手，他提了，这样你就把这边气呢就全撞紧了，然后再靠，靠他搬的时候，下步呢白棋呢有不妙手，一个是说加，加这步，下步要打吃，这他必须接，因为他不管走什么呢，你一打吃，那他一接。你打这下他这个接不上，他一接就全提了，是因为你把这棋已经扑掉了。那么你加他也不能接啊，接你一段啊，这都不行，那他就是得接住，他只有接住，接住之后你接不行，接他就接了，你想虎，但是虎的话呢他接住没棋，这进不去啊，这样就没棋了。但是你看着这儿有个加之后，这样你一靠一搬，你这儿就有尖，这样呢就有两点，一个是尖了要往里扑，一个是尖了往里尖，这步先手这扑有一个，一个是说这儿有个扑，这一扑呢可以他接不上，接上就提了，所以靠完了尖，这时候看白棋来怎么走，这儿要扑，那白棋必须补这个，因为他不管是走哪儿，你往里一扑，
这样还这一提了带响的，这样收获呢还是挺大的。就打这个劫，这个劫呢白棋打不起，因为黑棋打赢之后呢一爬，那这就一扑一爬这块都死了，黑棋打赢劫，这扑完了一爬，那整块就死了，所以这个劫呢白棋是打不赢的。那白棋就要补这个劫，补这个劫两种补法，一种是接，一种是接，接这个，但你接这个他就生出来这步尖了，这时候呢他就生出来这步尖，你接他扑来打这个尖，当然呢他呢先扑提了打啊，这样更好一些，这样可能是个这样的是个先手劫，因为他现在不能接，接了你打带响的，下步要提这个，这儿要提，这儿要吃，这样白棋糟糕，白棋提着这个黑棋吃这个，这样呢就出棋了。那如果不接这个提这个也是一样，提这个呢黑棋打，只要打先手一吃就把那俩吃了，那黑棋呢只有接这个，接这个呢白棋就提这个，白棋就可以提这个，你提这个他呢先把这头接上再说，先接上这边，这儿要打这个劫，现在白棋呢扑这边也没用，反正白棋如果走这，现在白棋必须走，因为在打的这个劫，白棋如果提这边，那黑棋呢就扑扑这个，你提了他一扑打这个劫，跟这边打劫，这边就不管了，是说他提这个，他如果不提这个他扑这边，那黑棋提了他呢也得提，他还是得提这个，他提这个呢这一边是摇橹劫，因为黑棋提过来白棋提回来，找个劫提过去提过来，这边是摇橹劫，但是黑棋不跟这边打，黑棋扑跟那边打，黑棋就扑这边，你提了他就扑，你现在提黑棋就打这个，跟这边的劫就没关系了，他就死打这个，要提掉这串，这下那边就出棋了，那边是中大劫，所以这样呢还是出棋，这样一靠一扳一尖他不能接这个了，接这个的话呢他就扑，你提了他打，这样就出棋了，他提了一打，他接一提，就刚才那个样子就出棋了。那么再来看有没有别的办法，别的办法呢打肯定不行了，你打的话呢他这一打打肯定不行，你接他就提，你接他打这步是带响的，你不能打，你打这个他打这个，这下就出棋了，那就不能打，不能打那就剩下这步接了，这步接那黑棋不能走这儿，但是黑棋呢还是继续扑这个，黑棋继续打这个，始终打这个劫，那白棋如果接那黑棋呢这儿有断，他现在就要断了，现在他吃这个就立，那边就出棋了，这点不入气，他那头就要死了，因为你接这个他也打，打先手他打这个，他就给你打这个劫，你接这个他打，你提那黑棋就去找劫，给他提这边，提回来，那白棋什么时候一提这个，那黑棋就这儿就能入气了，所以这样黑棋呢还是不行，不，白棋还是不行，不能接，不能接就只有走别的了，比如说弯，啊，这下可以了。弯呢，它就不能爬了。再爬的话呢，它就接，这下就不行了。你现在扑，它就提，你这步就不入气了，你这步不入气了，这样就不能太贪心了。那白棋走这个，黑棋把这个提了，那白棋还得挡住啊。这大约呢，这地方一靠呢，这地方是有棋的。这地方有棋，那一靠还是，如果注意呢，虎他如果虎让他度过，那黑棋收获也不小，这地方还注意，你一打他还不太能接，他接的话你还有点，他如果打你不要接，你接了他一虎就没棋了，他打呢还有断，那边还是出棋，那边要死了，那边有问题，他只有接
接或者弯，它不管它接还是弯，无论它是接是弯，那黑棋一接这个，那这块白棋够呛，白棋只有靠扑这个打劫了，所以这一点还有棋，一点呢接接给它一爬，死了这棋，因为你接它爬，你这都是不入气，白棋气太紧，所以呢白棋还不能虎这个，那白棋就肯定是要搬，它尖然后你再弯，那给它扑，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再说估计呢再挡住给它提了，再来看这个接不接啊，这是双方呢正确的一个下法。那总的说来呢，那就是黑棋呢先把这个扑掉，以后呢免得有变化，扑完了再靠，当白棋搬的时候就要看着呢这种尖啊，这是一些呢比较复杂的一些变化啊，也是观子的手经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研究观子。我们下边呢来看这个题，这是黑白棋气比较紧，那黑棋呢想办法在里边出棋啊，这是观子谱里边的。气是比较紧的，就看呢该怎么样来收观。一个是这扳，那么它断，这有打，它接，然后跑。他如果吃，那这棋就搬，那他棋是比较紧的，尖接，这边有棋吃不掉，吃也没用，吃就接住，吃就接，这两边不入气。这个题呢是比较容易的，只要看清就可以了。那次序呢走好，那先打，看来是他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只有不要的话打，先打他，如果走这个你现在就不提这棋，这该团啊，这些没有意义了，他挡你再提，这样官子呢就便宜一点，比单搬好。所以正确次序先打，再来看是不是该跑呢，跑的话他退，他如果退一二三四五六那不好，那他就不如走这个，他就不如走这个，那他打呢他再打，把这边弃掉一二三四五六啊，这样呢是正确的下法，不能再走了，你再走的话它就有扳，看着就行了，它底下也扳不过，扳你打，对吧，它接你接是没用的，你断它有扳，你尖它挡，一断一拐，这个都有棋。所以这道题呢是比较容易的，但这个题呢名气比较大，因为是观子谱上的，这样各种有关观子类的教科书上呢都有这一都有这个棋形，就吃完了一跑，一打然后一扳就可以了。下边呢我们接着呢来看这个棋，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呢看该怎么走，一个是这个挡是先手，剩下就是扳簪，但是呢你发现无论你是扳簪当然是后手了，扳簪是后手，这一扳就到最后看怎么办，扳簪肯定是后手。那如果挡，他挡这个白棋要注意不要随手接上，这个不好，补是肯定要补的，因为他有个打，你接他还有个打，这样一气就吃了，他提着你打，这样呢就看该补在哪儿便宜，接这儿不大好，补这儿也不好，那么最好的呢就是补在这儿，尖在这儿，尖在这儿一看这里边没棋，因为你打它接住，你这时候再打呢它提了，这个不入气，你打不进去，这儿有只眼，你挤它团，反正你挤它都团住，确保这只眼在，这样这里边就没棋，而且你无论是立了你挤住，把这一带的气呢都紧住，紧住之后呢也没棋，你就是打，打它接住，你怕它吃没用，你加这个没用，接它加它一打，你扑它就提，哎没用，这里边没棋，所以不要挡，你挡它一尖，那以后呢它搬这个是，以后它就多个搬，搬你要挡住，这它就不走了，这儿呢白棋亏一点目，目数多少亏一点，它有个搬。
那么现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白棋是七目，如果挡他一走，那时候黑棋呢搬簪也没用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他始终呢是这七目，这样黑棋一下的话呢，到最后呢就要来想办法，能不能把官子呢便宜一点，比如说加，加这一步，看他来走什么，他如果打，你就可以打这一步，让他提。他只有提这个，那你就能爬回来，这就爬回来了。这样他打接住，这样接住，这样白棋剩下一二三四，加上吃的一个，那就是五目了。本来是七目，现在是五目，等于白棋呢少了两目。但是黑棋呢本来挡先手，黑棋少了一目，那整个说来呢还是白棋呢少了一目，但是黑棋呢把这步走着了，相当于逆收一目，白棋少了一目，是整个这个情况。现在五目嘛，黑棋少一目，等于是逆收一目，就是这步加，这是到最后的时候呢要下的考虑，没有棋走可以考虑这步加。你挡他是尖，你但是走走走没棋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样是七目，就考虑这步加。加的话呢，看来看白棋的别的走法，白棋如果打，那我们刚才呢有这个打，白棋如果接，那这时候你再打，这时候他就吃这个，这儿就少了一个子，白棋这儿少一个子，那黑棋官子还是不错，这样就可以搬了。只要可以搬，这样白棋在这里边呢少了一目，白棋这样亏了一目啊，找一个搬簪啊接呀，这都一样。所以你靠打，他打也不好，你就不用点了，你从后边打的都便宜了。他提了，本来这个子呢该在这儿，这里边没棋呢，他退在这儿了，所以都不大好。所以这棋呢先加，看他走哪儿。他接也一样，他无论走哪儿你都来挡这个，他打这个的，他只有打这个，打这个的时候你这儿多出来一打可以逆收一目啊，便宜一点点。这是一些呢比较细小的地方，到最后呢可你可以一直放着不走啊，放着不走到最后呢有这样的棋可以考虑，考虑有这步加。先点不大好，先点他一挡，你再走什么都没用了，你加他就都接，里头是没棋的挡接呢，这两步损的就太多了，所以这棋先加。下边呢我们再来看这个题，这个题呢普通的感觉那就是跳，但是跳的话他如果冲，你呢看来有点想法，你呢就可能加，但是加它有挖，你就可能并，那并的话它立，你冲，这还不错，它一接一断，这下白棋就死了。它收呢，你一接，它一爬一打，这样呢是个接不归，这样是个接不归，所以它冲，你有个双，但是说呢，你跳的时候它就尖住就行了。接住，这样黑棋呢也没有心情接，因为接是后手，接住是后手，他就不走了，你挤他就接上，这样没有用。接是后手呢，还是白棋冲掉的面大一些，这样白棋呢就可能冲掉，那这样一二，这样收获不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样白棋有八目。当然了，冲的时候你要双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搬这个。那这样呢他要死了，他断的话跳也行挡也行，这样黑棋就死了，这个病是没有的，病他搬，你现在冲他接，冲他就接，你断，刚才他是立在这儿的，那现在他搬在这儿，那他一收气就行，这样白棋差，黑棋差一气，所以他冲加也没用，加的话他挖，你打接你渡过他扑，你打这边没用，打这边他接住，这边经济独立，你打这边也没用，打他接你渡过他扑，然后你接他提一二三，接他提一二三，这样呢有三目，刚才呢一二三加这目是四目，黑棋比单过呢便宜一点儿，这样黑棋有个接，白棋提，这样一二，这样是三目，如果单给他唬住，那
以后打完了，打完了一二三，这样是四目，所以黑棋呢加一下，便宜一点点，但是说呢，你加他接啊，这下就没了，你不能断，你断他打，对吧？你接他搬还是没棋，这样，你虎也没用，你虎的话呢，他扑或者立，哎，这都可以，你不能接，你只有扑，你扑他提。你提这个，他提这个，这样是摇橹结了，这样就全没有棋。哎，跳冲，那只有挡，挡完一尖，收获不大。黑棋，这样黑棋呢就想的再进一步，哎，点这个，这样他接了，再长或者再爬，就等于冲完了跳，你是接的，他爬，你冲他挡，这样就比较大了，因为白棋还必须走，白棋必须走，不然一爬都不能接了，这一点呢都要死。那白棋挡来做这只眼，但你做这个眼的时候呢，黑棋还能搬，黑棋搬，你打呢它接，你炮的这个劫，这样呢打这个劫，白棋要打不过的话呢，还只有做眼。这个团呢也不敢肯定团着，因为团这个团基本上团得着，反正团完之后也得，总的说来你得走这个。这个团要根据情况，因为他可能点进来，你打他能接，打这个接还是打这个接，是这样是个打劫活。你要不敢打这个劫，那你只有接这个，那他几先手你一团，这样就剩下两目了，所以这样白棋呢就很亏。那白棋如果挡，这黑棋一断，哎，这不够气，这不够气。那就要考虑尖，尖它如果一断，尖呢这再断，它不能跳，跳你冲完一打，跳这个不行，但是它有接，它跳不行，你就挡，挡的话这步没有打，然后搬，这是一个方案，这个方案呢也不错，因为你一断呢它没棋走，它没棋走，它现在呢。没有走的啊，他接的话呢，你有扳，接你有扳，他打吃，你不要接住就行了。你现在来尖这个，现在尖，跟他炮住这个劫。他如果接这个，你接这个，他收起你收起，这一带呢就成打劫了。打完劫之后一点呢，这块都死了，所以这个劫呢他是打不过的。所以你现在一断，他还是比较麻烦的，没什么好棋走。跳的话一冲一打直接就是劫了，他大概还是只有接，接了你就搬，他尖不行，尖你一打他就死了，他不能尖，他只有打，打的时候呢你再来尖。他如果挤，挤这步还不错，他挤，挤的时候呢你就打，跟他打这个劫，打完之后呢他只有接，他没有好办法，打完他接，接的时候你一提，那白棋比较痛苦，这个打不进去，这是个接步，这步不入气，所以接不归是没有的，这样白棋只有提，那黑棋提过来，那白棋打接没用了，现在就打呢，他就接住，那白棋还是只有呢到这儿来做这只眼，那还是比较痛苦的，那比较小，所以这棋这步点是非常厉害的一步，能够呢把他这边的目呢就全部破光，只要看着就行了。这步点他没有太好的办法，他大概只有接，接了你就长，接了长他挡你还是要搬，他打了你弯，那始终呢让他走回去，他冲也是，他一般冲掉，冲掉就挡，他挡你就是这个扳，他打你接，跟他抛的这个接，让他呢去补活。当然，如果这个没有补活，本身这个一点，如果没有这个补活，你就没有必要长这个了。他如果这块是活棋，上边是四个，你这时候就直接爬回来就行了，这样目数呢也很大。这是这个点，这个呢是个观字谱上的，这个呢小心点，有这样的手段。好，今天这讲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